多才多艺的国光女神，越唱越厉害的饶舌歌手 Kava 2017 YouTube 台湾最热门影片，跟着她一起 freestyle 吧。向北方，家人是否无恙？肩上沉重的行囊，盛满了惆怅。有人说他老家见了一二千少兵已疯走，有人说练就一身武艺成了机会之手，有人失去了车，安桥无措四处飘了，有人为了梦想为了三头养家糊口，他住在燕郊金三坡的秋之宫，用尽了道理对陌生人都来自外地，他埋头写着履历快报了多少从此，我犯的就是领导高度内心犯了情绪，不听也不想不要回头望的异乡，扛下了梦想要毅然决然去流浪，卸下了自尊去多风光，就算再不堪败仗也不能投降，也在那南方眺望着美丽的家乡，也在树摇晃梦境倒映着的幻想，雾霾太猖狂不散都看不清前方，我飘向北方，家人是否无恙，肩上沉重的行囊盛满了惆怅，也是最后寄望，有漩涡，那是在很多年前，雨淋淋的午后的这个男孩，动也不动默默在家里等我，窗户气太厚太浓，听不清楚你说什么，看着行囊转身就走，连再见都说不出口，日子一天一天的过，每天越越越脆弱，只剩我一人向下坠落，不爱你只是借口，我还想再牵你手，等回过头你已经消失在十年前的那路口，最后还来一个小回眸，回眸一笑百媚生。